这边这副就枪可神了，只要将他许愿就能成真。真的，那我们快试试。这么邪乎啊！作为学校里的小透明，丑八怪，最近却莫名其妙被校霸盯上。哎呦，哎，你看他怎么那么丑？哎呦，真是这也能办到，真是。没事吧，彤彤？男人婆还学别人穿裙子？你别太过分。彭瑞芳，是吗？ 想这个学校待着，就老实点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地瓜不错。你等着，咱智取。楚朝强，你要让彭瑞峰那个混蛋当众出丑，我就信你。谁冤的？滚！ 哎呦，再给他个我非常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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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哟，在这儿呢，就你捣的鬼！大哥，误会都是误会，真的。下起了雨，一场雨在等你，突然落泪的你。行，大哥。过了多少位置，以后不许找他麻烦。干嘛突然帮我？我。我傻，快跟我说啥？帮我的人是他。帮我们还这么惨，就这么算了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不会让你欺负我。向学校后面的复仇墙许愿，可以让欺负我的人倒霉。复仇墙，我要瑞风跟我表白。他知道守护他的人是我，然后我就当众拒绝他，让他整我。复仇墙，你要让瑞风那个混蛋当众出丑，我就信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起开！复仇墙好灵啊！我要欺负过我的人都挨揍。为了爱情。给我住了，兄弟！到底谁呀？让我又成了。原来他这么讨厌我。承诺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但为了所谓的面子，谁说我喜欢他，一直不敢承认。我知道，以前我不够勇敢，你跟韩宇甚至还很幼稚。没事，但今天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你说，承诺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所以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要瑞风跟我表白，然后我就当众拒绝他，拒绝他。没事，我知道。行啊。哎，你看那不是校霸吗？你们快走，快走。他应该会喜欢吧。大家好。你不知道他们被整得有多惨。多惨？快跟我说说。难道是有人帮我？要把我爱意都掩埋，但你能清楚地明白。对不起啊。靠近我，让我别离开。可是难过的这不是回忆，因为回忆里哭泣。所以一直守护我的人是瑞风。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。那从今天开始求你们那段打扰。不行啊，被欺负了这么久，我要当大哥。行，这一次让我见见你走啥。向复仇墙许愿可以成真，是韩宇在帮我。复仇墙的事，谢谢啊。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。大嫂，干嘛突然帮我？我大哥，
害我们还这么惨，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行，我要追他。啊！滚！可洛伊妈，这脾气不好，大家都让着你啊。可洛伊妈，这脾气不好，大家都让着你啊。神经病啊！可洛伊妈，这脾气不好，大家都让。我又哪惹着他了？哎，大哥没追过人，看来上头了。你欺负人该恶心人了是吧？哎，干嘛呢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这周末后面见。还我书包，吃完再说。还被我毒吧？味道还不错呢。你跟韩宇？韩宇啊。长得帅，人又温柔，反正哪都比你好。哎，别生，我如果欺负一个人，大概是喜欢他吧。笨死！大哥，你不会喜欢那个承诺吧？我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！谁说我喜欢他？哎，你不承认！哎，大哥，丑八怪！你啊！哎，你看他怎么那么丑？哎呦，这也能办到，真是！还给我，还我！你到底要干嘛？这周末后面见。这样，应该算是约到他了。喜欢就上啊，完了就跟别人跑了。谢谢。对了，这个还你。难道是有人帮我？难道是有人帮我？我要瑞峰跟我表白。我是个有问题的人，我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比如此刻，我突然觉得世界简直美好的不得了。老板，帮我拿一束红玫瑰。一个早起买花的男人，肯定比深夜买醉的男人靠谱得多。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朵红玫瑰已经被买走了。我们的百合也不错，要不您看看？有点哭了，算了吧。既然这么投缘，这束花送你了。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，大概一段爱情要开始了。这就是问题的根源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，但当它出现时，就像黑白电影里的怪物追着我。我毫无办法，只能等，一直等。玫瑰小姐，我已经到附近了。嗯，因为这是怪物，我的爱情总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那只怪物又会在某一刻突然离开，让我妄想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人，可以去追求爱情。普通人。喂，今晚可以见面吗？看电影、吃饭还是去游乐场？反正我就是想见你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在这个时候开心起来，开心起来，求你了。如果我在花店的时候就告诉他，这才是真实的，他会接受吗？我们的百合也不错，要不您看看？有点哭了，算了吧。他连一朵蔫掉的百合都不屑一顾，更何况这样的我呢？对不起，刚刚忘给你带花了。我没选百合，不是因为它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我喜欢的是那只玫瑰。有朵花对你，有人换了朵花，也有人细心呵护，照料好了我。三二一。
你个臭瞎子还画画？给我画一张吧。好啊。你干嘛？画画。听到海的声音了吗？哎！害怕吗？不怕。没事，我没事。蓝道，他这眼睛不能再拖了，而且需要一大笔钱。什么两千块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再来。我陪你画一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做沙，清除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那些幽暗过去在下着雨，想念你的情绪害怕失去，紫光的容器在踏着雨，用所有生命在画。你生命在回旋，不要停，回旋不要停。帮我画一幅吧。我不害怕爱像流星，我害怕错过你身影。打扰，害怕你知道，不愿在醒来的梦到看到你已经安好。被忘的孤鸟还在迷途中央，靠着自己固执寻找。为什么你看我的眼神这么难过？我们认识吗？听到海的声音了吗？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为什么我有你的话？冷风吹过早晨雾气，昨夜想到你，那时一起走过森林土地和田野，爱剩下多少没有忘掉，不变的风景人世间。这一次换我走向你。公司新来了个知名摄影师，只要签下他就能升职加薪。今晚等我回家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呀？他俩厉害呀。不是这样的，当初为了签下他，成了他的合租室友。你好啊，又没变。要不要考虑签我们的饭？不考虑。我跟那个情商欠费的大冰碴子根本就八字不合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走这条路。哎，前面有人晕倒了，走走，我们快去看看。让让让让，快叫车！醒醒醒醒醒醒！多亏你反应快，你也不错。一起吧。你这个座，这都不会跳。现在好了吧？小程，早啊，是老公去上班啊？嗯，你出门啊？拜拜。现在好了吧？小程，早。这是我老婆。马上520了，送什么好呀？那你算问对人了，这是飞哥今年出的520限定礼盒，里面的智能感应剃须刀造型外观是星空元素，设计很高级，没有开关键，轻轻接触皮肤就能启动，充一次电能用三个圆筒，送男生保证不受伤。这么好用，要送我礼物。哎，他喜欢这种小白脸啊。干嘛不开灯啊？喏，看你总出差，送你到。这次你跳的准没错，保证会把我拿下。还得是你。怎么又停电了？承诺，
节日快乐。